吃饭，吃新版厨糯米笋炒这个五花肉。新版厨的糯米笋，双十二的活动，姐妹们，以前三包是29.9元，现在是26.9元，三包五包子拍更划算。就是这种嫩笋尖儿，吃个山东大煎饼，我这是一张，我给它切开了。今天里面卷的这个大葱、小葱，这个煎饼多种口味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。你里面任何菜，任何的菜不卷。都好吃，吃它原汁原味都很香。它是这种软的，吃起来又很有嚼劲儿，薄薄的，但是很大一张。山东大煎饼很有名的，拍摊回家尝一尝。刚下班回来，一天都没喝水，嘴巴都可干。姐妹们去拍哦。